今天是常年期第十五周星期三，我收敛心神，开始这次祈祷。我愿意把我的祈祷和我今天的生活奉献给天主，使我的一切意向、言语和行为都为侍奉、赞美至尊唯一的天主。我们一起请圣号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我邀请大家一起闭上双眼，进入安静，让我们用身体赞美天主。你可以选择端正地坐在椅子上，自然呼吸，慢慢地放松自己，把注意力集中在双脚上，轻声地诵念：我的双足感谢赞美上主，因你是平安喜乐的。我的脚腕感谢赞美上主，因你是平安喜乐的。我的小腿感谢赞美上主，因你是平安喜乐的。然后不断向上移动，让你身体的每个部位感谢赞美上主，直到体会到心灵的宁静为止。在宁静中，我们一起聆听上主的圣言。今天的福音选自圣马窦福音11章25至27节。那时候耶稣发言说：父啊，天地的主宰，我称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大的人，而岂是给小孩子。是的，父啊，你原来喜欢这样。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，除了父外没有人认识子，除了子和子愿意启示的人外，也没有人认识父。基督的福音。在静默中聆听这段福音，哪个词或句吸引了自己？
在祈祷中不断地重复这个词或句。深深体会内心的感受，并向主耶稣开放。寻求耶稣的助佑，并默默地将自己奉献给天主。
求天主赐我一颗温柔可爱的心，让我不断地亲种赞美他。祈求耶稣的母亲为我们转祷，万夫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门。愿光荣归于父，及子，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